山嗨阿子，嗨泡芙大叔，晚安，谢谢九蛋的星之冠，谢谢。我的笔电没有电了，所以我现在不能放音乐。谢谢 AD 的超傻眼猫咪，谢谢。嗨勇哥，这礼拜可以看韩寒三次吗？为什么是三次？怎么都傻眼猫咪？嗨爸爸 ，Hello 小易，眼睛好干哦。我刚刚在睡觉，开播前在睡觉。哦，生日会哦，难怪。我还想说，我开了三次吗？呆呆的，对，好，呆呆的，刚睡醒。我刚刚多睡了5分钟了。我本来只要睡15分钟，就设那个手机的，不，对，我本来只要睡15分钟，我就设手机的闹钟，不是闹钟，我应该是倒数计时，因为我滑上面的那个，然后我就按倒数计时，直接调15分钟。就睡觉，然后就醒了，然后我就是又调了那个，又调了5分钟，多睡那5分钟是很幸福的。嗨卡丘，嗨博弈，刚也睡了一下。嗨北极星，嗨安娜姐姐，孔巴哇，孔巴哇，太冷，刘海也呆呆的，刘海有吗？我买了一个玉米须夹。昨天的时候，玉米须夹，然后因为我也说过那个中法师姐姐，她跟我说可以夹玉米须在刘海里面，就比较不会油。然后我昨天晚上有夹，我觉得真的比较没有那么油，刘海可爱，谢谢。嗨夜风宝，这个铃铛，那你铃铛，该不会是礼物吧？哦，猫铃铛，谢谢7247的猫铃铛，谢谢北极星的猫铃铛，晚安小雨，嗨，欢迎战士，谢谢7247的真情告白，谢谢。嗨瑶，我想要拿充电器。还是我拿我以前的那个手机好了。以前的手机，哎，嗨，艾文，刚刚下班就去寄东西了，回家没怎么睡。爸爸，你不是说你睡了一下吗？谢谢阿基拉的复活节女神，好好看哎！谢谢妞妞的凤梨。谢谢妞妞的凤梨两个，嗨嘻嘻，嗨一匹，嗨毛银龙，谢谢7247的真情告白，比较不会有对厌世照好看吗？哦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我拍厌世照的时候超煎熬的，因为姐姐就说不要笑，你不要笑，我就我没有在笑啊，就说你在笑，我说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在笑，不然我要。他说：“那你压嘴角就……可是我真的，我现在这样没有在笑。然后我有看到留言，有人说我在笑，我没有在笑，我是很认真的想要做出厌世的表情。我拍了非常多张，然后都嘴角上扬。”厌世不起来耶，真的觉得我在笑，我是爱笑的孩子吗？像我们去浪就不会笑，我脸不够凶，是眼神厌世的吧？很难啊，没有
为我嘴角 Mina 的好像也是上扬，谢谢草莓讲的草莓，自然上扬，对啊，就很那个，很难过哎。有录成功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今天再录一次看看。Hi Biskin， 晚安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我刚睡醒哦，就真的一下一个小时，很久吧。嗨，谢谢妞妞的真情告白，真的帅，有一瞬间的眼神可以，那是想睡觉的眼神吧？这样，应该是想睡觉，直接凶不起来。谢谢阿基拉的星之冠，谢谢巴巴的纯白彩蛋。嗨君友，凶滴滴的感觉，我跟妹子合照的照片，讨厌。谢谢爸爸的凤梨，不要偷笑，我真的是很努力压嘴角。谢谢妞妞的凤梨，被你说没洗头的时候，那时候又还没发生这种事吼。想着什么情境有关关，我没有在想关关在浪，但是很不开心。关关在浪就很不开心啊！哎，我今天是穿这个，还是看得出来是什么吗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吧？是没洗头，我有洗头。海贼王，对，怎么知道？其实我昨天看爸爸的衣服，因为我看爸爸昨天在拆新衣服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有海贼王的衣服？”他就说：“哦，对啊。”就说：“你怎么会买那种衣服？”他说：“我忘记他说什么了，好像没有很重要。”他就说：“你想要吗？”就说。好啊，我想要。他就说：“好吧，那给你啊。”可是我，哎，红包，谢谢谢谢勋的红包，谢谢红包。哎，就是，对，我就拿了爸爸衣服，然后，其实我那时候在想，这件衣服感觉对爸爸来说蛮小的吧，就是我平常在穿的 oversize， 然后长度我也很喜欢。是白胡子，不是白胡子，白胡子的骷髅旗应该有一个，懂吗？这个胡子才对。我刚剪下他的 mark， 他好像没有写。谢谢勋的蜂蜜柠檬水，穿中这个是 L 的。就胡子，它是长这样子的，可是好像没有透露任何的什么是哪一个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个海贼的，那个哪一个海贼的标志，对，可是他为什么很奇怪，他不直接用那个，他不直接用那个叫什么？鲁夫的，然后要弄的，哦，这是黑胡子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他背后也还有，但是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比较大而已。是黑胡子哦，对啊，鞋子的联名，我在猜是不是买鞋子送的，会吗？是吗？鲁夫太哦就不特别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原来黑胡子的是这样子哦。我一直在想是哪一个那个，是哪一个船？我在讲什么？是哪一个海贼船？我以为是就是重新设计的。之前也有买海贼王的衣服，还没有在，下次可以穿给我看呢。晚安，古早味。黑胡子，为什么大家都那么专业啊？なるほど。
哪里喝的？嗨，卫生，卫生最近好像比较有空哎。是十字架哦，白胡子是十字架，然后有胡子，对不对？这件好帅，我也觉得。可是他有那个，他有写那个，他有写品牌。如果没有写的话就很棒。但是我是觉得我很喜欢这件衣服的长度，它可以长到盖到一点大腿，就比较瘦。对，这么好，马上有新衣服穿。可是我感觉这爸爸这件已经买很久了，就是已经存在很久了。我这件是黑胡子，所以它有白胡子的。哦，白胡子的是不是是白色的 T 恤？是这样子吗？盖成美腿。你想看猫猫的还是海贼王？对啊，你两天都穿不一样。日本失业中，所以有空。好吧，没关系。那个加油，要振作起来，就趁这个空档放松。对，放松身心，休息一下，休假。谢谢勋的康乃馨，嗨麋鹿，嗨凯沃。我想，谢谢妞妞的金州。历史上黑胡子的海贼船是安妮女王复仇，我忘记了，我只记得黑胡子很坏。我记得鲁夫。好像只跟他交手过一次吧，在一个有点像室内又不是室内的地方，我的印象有点模糊了，我已经忘记是看电视上的还是我看笔电，我记得应该是电视上。谢谢妞妞的凤梨，黑胡子很卑鄙，对啊，真的是很有点生气，而且那时候我在追电视的那个海贼王，然后就看到那个艾斯死掉，我真的超难过的。谢谢韩寒，不客气。来，第二天要穿西装去跟米娜去，为什么？你也可以顺便跟我啊。嗨，鬼子哥 ，oversize 可以露腿的，没有，我都会穿 oversize 再穿长裤，就单纯比较看起来比较瘦。预测旗子是在预告会是第三啊，他吃两颗对不对？他吃两颗了吗？他吃两颗了吗？才刚看到红发，哈，也太前面了吧？认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红发是我知道那个吗？就是被等一下，认真的吗？不太可能吧？韩寒第二天只有一部也没关系啊，都来嘛，都来啊！谢谢天狼的 love， 那是第一话，对啊，怎么样？第一话呢？我没看过海贼，韩寒爆料，哦哟，你们很讨厌呢。艾斯死掉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啊。艾斯死于悲痛程度等于零次日文，零次是谁啊？韩寒爆料哟，你们好讨厌哦！嗨，思明，初次见面。韩寒团的旗帜会怎么设计？应该会有一个蝴蝶结，然后抓着滴滴，没有没事，后面插的是滴滴的骨头。黑胡子，没看过海贼王，爸爸你也没有打算要看吧？零次帮扶谁啊？谢谢 Eddie 的星之冠。零次到底是谁？我只知道黑吉，对，黑吉。谢谢 Eddie 的星之冠。三单我应该放弃。没得来哦，不能来是不是？那个艾斯串烧好吃吗？哦，又很坏耶，什么都来要换衣服很麻烦。哦，那你看你要哪一天穿西装吧？对，那我你如果第二天穿西装应该比较方便吧？没看过海贼王，哦，我为什么要一直念同样的留言？谢勋的爱你哦，
他的弟弟的骨头，继承弟弟的意志的孩子，对，他叫什么？我把财宝，好久没看了，我把财富都放在那里了。什么？我把财富都放在那里了。什么趋之若鹜？什么？快去拿吧。然后，什么所有的人趋之若鹜，奔向大海。这样，只记得趋之若鹜，奔向大海。一颗暗暗，一颗阵阵。阵阵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我以为他是吃一个啊，还是暗暗就是黑洞的那个，暗暗就是黑洞的那个果实，是黑洞嘛，就是很厉害的那个果实。然后阵阵我不知道有什么功能，他是暗暗跟阵阵合起来才变成那个很厉害。所以鲁夫之前跟黑胡子交手的时候，他只吃暗暗吗？你不要附和草莓酱好吗？我看过几集。谢谢爸爸的告白气球。我刚刚还没有先看到草莓酱的留言呢、啊，这样可以一直在韩寒的旗子上。所以阿 Kira， 你自己承认你是滴滴吗？谢谢 AD 的心之冠，阵阵白胡子的吧？我记得那个暗暗果实不是也不是他的，就是他偷吃的吗？还是他，反正他也不是。什么好东西？它也不是，就是震惊管道的果实吧？谢谢熏的翻白眼。Hello 杂工，振振有词。嗨阿贵仔，谢谢 AD 的枫叶。韩寒第一采撷是怎样？全部都是我啊！蒙奇迪鲁夫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很厉害的那个叫什么？蒙奇迪什么、啊？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男生叫什么？蒙奇迪滴滴，没有，对不起。第二天要穿猫猫装给 Mina 看，啊。那我勒把杂工困在韩国，我忘记了，我很久没看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大概这礼拜会收到，会下礼拜。好，谢谢爸爸。滴，是不是思雅？我有看过，我真的忘记了，我突然忘记，应该是因为我刚睡醒。对，国中的时候很喜欢索隆，我也觉得他还不错哎，我就是呆呆的。就是我很喜欢他们船员间的互动，我感觉我还蛮喜欢每个角色，因为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我很喜欢他们的伙伴情，对，就是会很感动，而且他也会把那个道理画在剧情里面，我就觉得很棒呢，就是很感动啊，喜欢。所以才被艾斯追杀哦，可是艾斯不是已经打不赢他了吗？谢谢泡芙大叔的彩虹彩蛋，杀了船长哦，杀了船长抢来的。索隆跟海一样是路痴，没办法。可是最早的船员是不是索隆？索隆是被绑在那个。那边的那个海贼猎人，第二个是娜美，还是香吉士？娜美、索隆、娜美是那个那个鲨鱼，鱼人国是吗？然后第三个是香吉士，好难哦。第三个是香吉士，在船餐厅嘛。然后第四个是骗人布，对，是骗人布，是不是娜美有带上去？
是佩伦布先吗？是佩啊，对，是佩伦布啦，佩伦布有去鱼人国，对，是佩伦布，我不是假饭。我跟我国中参加歌唱比赛的朋友有组一个海贼团，真假的？啊，我知道，我有看那个矛盾大对决，然后就是他是那个，我忘记他是主要是说，就是题目叫什么，但是是就是很就是海贼，就是海贼王的饭，就是很专业那种。深度饭跟什么什么比，对，就是看谁比较厉害。乔巴那个没哦，对，乔巴也很难过。乔巴跟娜美我都哭到爆炸，然后我就怕姐姐觉得我很奇怪，然后我还装镇定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乔巴我在半夜的时候看。乔巴我应该是看两遍，第一遍的时候我自己看，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就是我晚上半夜的时候看，然后我就真的很难过，乔巴很难过，乔巴哭明正常。四八四只看两遍，我怎么可能只看两元包啊，我是真的很认真在看。没看航海王的坑外人静静的听着，我觉得可以看看，虽然我现在真的有一点因为太多集所以有点懒得追，可是我觉得很多集就是一定要看看。艾斯那里还有娜美是不是娜美的故事有被画进一集一集的吗？因为娜美的故事我是看电影版的，我记得乔巴是不是有出电影版的唱歌比赛。艾斯被打败后才送到推进城。哦，本来不觉得会输哦。哎，哦，艾斯有进过推进城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等一下，他就是因为进推进城才被杀掉。哎，阿杀艾斯的那个叫什么？盐什么？哪一个？如果有同人餐厅出艾斯串烧，很坏，真的很坏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持股王国，乔巴电影版，太多集是可以看很爽，但是就是有点追不完的感觉。乔巴那个最后一句快走吧笨儿子很难过，我有点想哭，我现在有点想起来，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要去哪里看那个海贼王了。对，迷失了追剧方向，太多集，不然就要订阅某些平台。对，对不起，国王国主是只有国主。我记得有一集是香吉士有一个跟他很像，但是那个很丑的那个，就是他很生气被认错什么之类的。对，买海岸的心愿上买呀，拜，快拜！木村拓哉超厉害，台词都背起来。木村拓哉是什么配音的吗？乔巴我也哭了，哭爆！希尔克，哦对，哦他那是，哦吃那个毒菇菇吗？很难过哎。太难过了，也有点难过。可是我觉得娜美的也很难过。我是先，就是我很久以前有看过乔巴，可是我有点忘记。然后我后一阵子看娜美，然后我整个哭爆。娜美的也很难过啊，真的是很难过。木村是杰尼斯偶像，那为什么要突然讲到？木村拓哉是演戏的，对不对？嗨国旭，嗨苦味羊奶，嗨陈思明。不是，我不是不知道木村拓哉，因为刚
突然讲到木村拓哉，我以为是意思是说木村拓哉帮他们配音之类的。那为什么我刚刚要突然讲到木村拓哉啊？我知道木村啦，他是演戏的嘛，就是演一个那个什么，我记得很还是他不是木村拓哉是吧？演那个什么一法医，不是法医，就是警察还是法官吗？学生榜单换人抽，对，就有那个人。谢谢阿贵的 love， 嗨安娜姐姐。暑假要补海贼王，对啊，就我后来就补到一半，我好像补到一个段落，然后有一集是他们在海上，就是只是在开船而已，然后那一集我就有点看不下去，但我又有点不想跳过，所以我就是我看完那一集之后，我就没有再点开来下一集了。对，这个世界的人都病了。物理，嗨乔达叔，最近都看不太到动漫了，失去了这生活重心。对啊，哪里可以看啊？和之国有新人加入，还没看到就不讲。和之国是什么啊？和之国，和之国的剧情是什么？电视会重播？电视会从很久以前重播吗？就是太多集，只剩追漫画。为什么是追漫画会比较想去补啊？索隆那美片部像集是微微算吗？微微算吗？乔巴、罗宾、弗朗克、弗朗基啦，弗朗克、布鲁克，我俩混在一起。布鲁克、弗朗基，我有点忘记了。但是依稀记得是在雪中吗？然后罗宾就是那个克洛克达，乔巴就是那个医生嘛，布鲁克是在一个船上嘛，然后他的船员都死掉了。对，赤犬，我被赤犬打的，到底看到哪段？不是，我是跳着看的，因为我以前就是乱看啊。我之前有一段是很认真在看，就是他们被熊熊扒到各种不同的地方，对，还有这个，对，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我不要再那样子，很丑。那个蛇姬那一段，然后那个他们被扒到不同地方，就是有幽灵那个嘛，然后还有什么之类的那里。那一段我认真的，那一段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因为在 MOD 上面有，就一段，就那一段，就把那一段看完。佛朗基、水之七岛、船匠，我想不起来。超大之美人鱼那里吗？好像还没。我知道白星啦，对，我知道白星，但是应该看过片段，可是不是没有很有印象。表演一下，不要，西西连他又在搞怪。熊熊被人叫那么可爱，我忘记他叫什么了。他是不是有很多只啊？星星要生日快乐，我也很兴奋啊！谢谢大家来看我，对，要记得看我，看我。布鲁克是幽灵的那段，布鲁克，不知道和之国会不会解释索隆身世？索隆不是有一个青梅竹马吗？的一个女生，然后她是翘翘了。对，剧场版的话只有看过乔巴的一直在重播，你也可以去看娜美的，娜美剧场版的好像我觉得比较多一点东西嘛，不确定，因为我好像没啊，动漫版的是不是就是娜美在抢人家东西，然后路过鲁夫那里，还是我忘记我没有看过娜美的那个动漫版的。对，和之国是最新的索隆那把一文和一文，那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最近没有看欸，我应该最新的只 update 到艾斯死翘翘而已。对，我应该只 update 到那里，就没有看了。D
电视都是一集一集播的，电影台有时候会播很久以前的。哦，他一直往下播。班姆特，哦，班姆特，好像没海贼王，他为什么要跟我说？我有看那个啦，我在巴哈姆特看那个舞蹈馆，但我也很久没看，因为我前阵子在那个叫什么考段考，看不到动漫一部分是因为疫情哦，不要再讲了，我看不到那个，看不到那个叫什么的鬼灭，有没有羡慕何恩？我参与他的部分有啊，可是我也有听到啦，所以测评哎，而且何恩也有给我听哎，所以我听好多遍。嗨天狼，嗨思明，跟海岸进度一样，真的、哦，我是也太久以前，但我也是。杰西，你不是比较喜欢那个吗？那什么的，那个 Naruto 那个叫什么 ？Naruto， 傻子 gay 那个叫什么？讨厌，那叫什么？我小时候也有看过，但我忘记了。我是很小的时候，我有讲过我被姑姑误会我很喜欢那个那部叫什么，讨厌，忘记那部叫什么，怎么办？我今天真的有一点脑袋真的很打结。海贼王怎样都死不了人，最强杀手索隆，青梅竹马家的楼梯是他小时候的青梅哦，巴索罗缪哦，我很喜欢那个room的那个罗吗？叫罗吗？就是 room， 我觉得那个技能很帅哎，我也想要 room。弟弟解体没有？哎，是解体吗？啊，不是哎，不是解体，我忘记了。反正我之前看他那个 room 的时候觉得很帅，那没得看过了，电视不怎么重播、哦。会使用 T 吗？我不会用 T， 那是什么？大雄只有一只，其他都是复制品。但是有出现复制品吗？看布丁的话会怎么样？不行，他要看我。在外面吃拉面不太能看，关手机。哦，好哦，表演一下。和他们听了我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想听，我只有听到初日跟以前的歌而已。我也想听别的我听不到的。我还要问和恩，没看过任何动漫，不用硬聊没关系。哎，对啊，所以那个叫什么？死亡外科医师罗在佛朗明哥那段大火月。手术分哎，所以真的是分割吗？觉得很酷啊！博人哦，火影忍者对啦，火影忍者啦，对，火影忍者。我说我幼稚园的时候，那时候姑姑，去美国，但是他那个他有回来玩一下，就是他之前暑假都会回来，然后，但我忘记那时候为什么还要上课了，应该是因为他。待就是美国的暑假比较久嘛，还是什么？对，因为姑姑是老师，对，然后在美国教书吧，对，然后他那时候暑假的时候回来，然后暑假好像比较晚还是比较久，忘记了。然后就我那时候要上课的时候，姑姑还在台湾，然后他早上就会帮我，就是我那时候幼稚园，他早上就会起床帮我绑头发，然后我就。看那个火影忍者，然后姑姑就以为我很喜欢火影忍者，所以她好像蛮多次，就是还是只有一次，就是带那个火影忍者的男主角叫什么，带火影忍者的公仔，不是公仔就是小吊饰给我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送我这个，她说你不是很喜欢吗，我说没有，就有点尴尬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我喜欢，我只是喜欢看。我觉得我的喜欢的不太一样，我很喜欢看那个动漫，但是我不会想收集周边欸，就是我感觉我是奇怪的人，还在想睡觉有一点。
看到很后面，可是发现前面剧情跟海一样都忘光光了，就是真的会忘记啊。佐助鸣人，鸣人，姑姑帮我绑头发。嗨，汉汉，凯咪是什么？就唱少女咖啡枪那首，还有你那天唱的日不落，还有小幸运。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要来表演手机了吗？不要，不会再表演手机了。哼，鬼之七家是什么好看吗？两年后他们集合出现的那两只就是复制品。忘记了，可是我根本没看过，不知道哎。我懂韩寒，就是。对不对？就是，就像我也很喜欢看，我声音怎么那么沙哑？我也很喜欢看《梦幻岛》，可是我不会想收集《梦幻岛》的周边。我感觉我应该是享受剧情，就是我喜欢剧情里面的角色，可是我不会有想要收集角色的公仔或是角色的周边的欲望。像姐姐就喜欢柯南，她就收集一堆东西。可是我好像目前还没有一个动漫让我收集东西。对，我是喜欢动画圣，对对对，我是喜欢看动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会去买周边啦，可能是因为有些动画的周边的确价格还蛮高的，但是我不会特别去找。嗨，西西，喜欢卡通，我是有国中影片。在哪里？欸，西西，不是西西，爸爸，爸爸的头贴换了，后面背景是什么啊？我在昨天知道，我昨天没有看 IG 欸，动漫周边坑比偶像更烧钱，不是很多人喜欢玩，不是玩，很喜欢收集公仔，做过爸爸唱的星星病毒，不止口白，我都听过口白欸。扎卡也有看到，你可以问他。扎卡现在在吗？不在吧。扎卡在吗？不会奇怪，周边你一一看每个人自己的感受哦。就是我对周边的定义不一样了，但是我是不会去买，特别去买。就是，但是我很喜欢那部动漫。对，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，有些人就是喜欢，就是会喜欢收集。那个收集那个动漫相关的东西，对，周边是不一样的世界啊。鬼灭之刃，我没有收鬼灭的周边啊，好棒哦！我喝一两口就好。那你给我饮料。但是我在减肥，个芋头鲜奶茶，我喜欢这个，怎么会有？黄色秀豆，我喜欢，你们喜欢吃整人糖吗？喜欢跟享受周边是两回事。对，我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动漫就是收过周边呢。嗯。不用送我动漫商品，没关系。我虽然是会收，但是迪士尼不是动漫啊，整人糖。好久没吃这个了。其实我小时候也觉得这个很酸，但是我很喜欢吃里面的糖果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过之后吃里面的糖果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但我已经很久没吃了，酸可是很爽。对啊，就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糖果里面的糖果特别甜，而且它不是还有出辣味的吗？还是别的？我记得有辣味的嘛。很多动漫展前一天就排队的粉丝。
他没禁止你吃糖果，是整糖就可以。没有，他没有禁止我，他只是会念我而已。对，淡水好像不能不收周边，我不一样吧？顶多买单行本漫画，单行本，单行单行，不知道。整人糖，好久的糖果，对啊，很久没吃了，真的好可爱，谢谢。妈咪觉得你太瘦，没有啦。我晚餐也吃那个，我今天晚餐吃比较不一样，我吃沙拉跟地瓜，对，听起来好好喝。但我比较喜欢有加珍珠。饭水偶像以后不用买韩周边，要买啦。喜欢收集 TP 周边，听完之后说很棒啊，我觉得很普通。哦，你说你唱歌吗？我也觉得很棒啊。而且我也觉得我不会唱歌，所以我也很想要很会唱歌，跟追星一样。但是就是很羡慕，背景是日本名古，我是名古屋，那个绿绿的那个嘛，它就只是你没哦，我好像没有收藏癖耶，就是我没有收藏动漫周边的癖好。可是我有收藏迪士尼娃娃的癖好，我最近好想买娃娃耶。喜欢火影的只好去收集查克拉，好像有点熟的名字，但是又不知道那是什么。谢谢本来没值的猫铃铛，我唱歌很可爱，可是我觉得不好听，哎，没关系。那是总选时，唱歌可以练习，我有在练习，唱歌很好听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要好好练习完再唱给大家听。对，快到货，我只是因为珍珠 bingo， 我真的是爱珍珠痴迷痴狂。姐姐，我跟你们分享过他的柯南周边吗？他的周边我觉得应该花了可能总共加起来3-4万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来说有多少，但是他之前柯南的那个柯南的展览就那时候花了10000块吧。单行本，单行本，单行本，不用笔记，来自韩寒的周边。这些动漫人收刮，阿姨娜娜是谁？是娜娜吗？阿姨娜娜是谁？喝饮料再吃不会更酸？哎，对，那我还没吃，好吧，那我再吃，因为先酸过，所以会特别好吃。是 M。吃完柠檬后喝水，水会甜甜的。我没有，我不喜欢吃柠檬。谁会吃完柠檬之后去喝水啊？还是因为太酸所以喝水？怎么办？我有点害怕，我已经很久没吃了，我现在已经在分泌口水了。怎么办？我开始觉得我虾又在酸，但是我明明就还没开始吃。有蛋黄哥的牌，为什么会有？是哪里买得到？是在三丽鸥买的吗？等一下，我有点害怕。我的下颚好酸哦，为什么吃酸的东西的时候下颚会很酸呢？是好的呀，它也太快变甜了吧，
我都忘记了。对，空气比修淡季的。今天不吃晚餐，看韩当饭吃，是要减肥吗？看到酸酸的表情很满足，可以帮我拿那个笔电的充电器吗？不可以。Why？因为你电棒居然忘记关，不然关。真的假的？就是想吃糖，对呀、啊。有没有可爱？可是很酸呢、欸。为什么下颚会很酸呢、啊？就是有糖果吃太多。医学依据嘛，科学根据。Just 糖果吃太多。蛋黄哥盘子，麦当劳有跟蛋黄哥联名。合作过吗？咀嚼肌 ，Are you ready？ 赖主题也是蛋黄哥，可是我有点想要买 Under the Sea 的Under the Sea 的主题耶，因为我之前有试用过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方便甩嘛，哦，真的是。有合作过，那我怎么不知道？是几年前呢、啊？旁边那个嘴巴哔哔不是说妈咪，妈咪不在，妈咪出去了。一直冷冷的一句，大脑给的反应，自然界中酸的东西不太好哦，真假的？真的、哦？酸的东西不太好，我觉得我应该还好吧，酸味。只是会颜面神经失调一下，但我不会讨厌。还是没有音乐。我们例如酸民，我刚把差点把它吞下去。果然不能玩糖果。哎，我觉得就是把糖果吞下去超可怕的。就是有蛮多次，就是不小心把那个糖果吞下去，就这样，就突然有一种塞住的感觉，然后吞下去。而且有时候还是那种刚吃进去，然后没多久，然后就不小心那个玩糖果，然后就不小心吞下去，然后就卡住一下。有些忘记了，记得没有很有名。怎么没有很有名？黑宝要出来了，嗨 Lingo， 不要噎到。我觉得这个噎到还好，这个还蛮小颗的。我之前有噎过大颗，就是那种冬瓜茶糖果那种，就是很大颗的那种。然后我就是这种，给丢。Lingo 晚上好，嗨小库玛，嗨加速，跟吞药一样吗？可是我吞药也吞不下去。谢谢阿米的星之罐，酸掉的奶哦，没熟的水果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那百香果大脑也会判定为那个没熟的水果吗？酸民的确蛮不好的，你可以跟栗子说麦当啊要出了，是以前有出过吗？哦，是焦糖奶茶才没有，好吧。可可布朗尼冰雪吗？是不是也很贵啊？叫新故，偶像新故是什么？是音游吗？就是打音游，跟 Demo 很像的那种。晚上好，加速，嗨嘻嘻，65。我的小钱包撑不住哎、欸，小钱包它不太 OK。谢谢安娜姐姐的 love， 比普通冰旋风贵10元，为什么？是音友，然后我的身份是培养偶像的经纪人。Oh my god， 怎么办？那这个，如果糖果会害我咳嗽，
小钱包就有点可爱。我的小钱包最近是迷你钱包，它很瘦。走开，不要啦！吃到要隔离，是因为它害我会咳嗽。谢谢 Where Santa Kiss 啾啾，我买找我买给你多一点冰，多一点冰吗？我想要多一点料，我想要冰旋风加两份的巧克力 Oreo 啦 ，Oreo 两份的 Oreo。韩寒不是吞冬瓜茶砖哦，冬瓜茶砖太可怕了吧！我记得我前几个礼拜有喝一家，我已经忘记那家的饮料店叫什么名字。然后我点冬瓜茶加珍珠，哎，还是 QQ 忘记了。然后我喝了，我发现，我不是我有叫这个料吗？然后就我就这样看，然后就我发现是冬瓜，冬瓜茶没有冬瓜。而且他没有说，他没有说冬瓜茶里面有冬瓜，不要把噎到当习惯。害我没有很想要继续喝完，但我还是喝完它。对，谢谢九蛋的我来签到，把糖果吞下去很浪费。对呀、我就觉得很浪费啊，糖果就是要好好这样吃的。联名没有打广告的样子，哦，那个我不知道。可是要怎么样要买才可以得到那个盘子，还是会收？我只知道麦当劳那个杯杯。继续饮料的话题，要吗？冬瓜本身没什么味道，只有糖的味道。水晶冬瓜茶啊，我好像就是喝水晶冬瓜茶、所以水晶冬瓜茶的意思就是。里面有冬瓜的意思是吗 ？QQ 快逃，真材实料。可是我真的不太能接受，虽然它吃起来没有，就是我平常喝冬瓜汤的感觉，但是我不喜欢冬瓜。其实，臭豆糖吃太多会味觉麻痹，喝什么都要独料。对呀、两份要加钱，不要啦。算我便宜一点嘛，打电话通报韩寒，不要钱包。他说他在减肥，对啊，钱包也是随他的主人了。我在减肥，钱包也在减肥。真的，减肥的时候吃的东西会特别贵，就是 seven 的沙拉也很贵、然后吃 seven 的沙拉又不太会饱，就要买一颗茶叶蛋或是买那个地瓜，可是。地瓜好贵哦，其实今天茶叶蛋还没煮熟，我才买地瓜的。水晶吃起来像芋头块。冬瓜茶里真的有冬瓜没毛病。对啊，大家都说有冬瓜，对啊，就是应该要有的。可是就很奇怪啊，没有人会把冬瓜茶里面加冬瓜吧？一两年前的样子。这两年前我好像没有这么常接触麦当当吧，但是好像要加价才会送盘子，加价送盘子。我记得 Seven 也会常常加价，送什么东西？你减肥钱包会增肥？不是，因为我平常吃的比较便宜，对，然后。如果要减肥的话，因为沙拉蛮贵，但是又吃不饱，所以就要再吃一颗茶叶蛋，或是再吃地瓜，就会比较贵。但我平常的话，我晚餐是可以55块解决这样，然后我吃沙拉的话，可能就要60几到70。像最近我要吃我平常在吃的那个有葡萄的沙拉，但是。都没有卖，已经连续2天还3天没卖了，所以我就只能吃 Seven 新出的有鸡肉的那种沙拉。但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，因为它贵20几块，而且那个就是沙拉又很少，就吃不太饱。那个藏宝很难做，
藏宝是新的吗？南都汉堡第一名了，烧甜。55块，怎么可能15块？减肥餐更贵，对啊。太阳饼中没有太阳，老饼老婆饼中没有老婆，钱包中没有钱。哎，不要说了。吃拉面的边听麦当当，变得拉面不好吃，拉面怎么会不好吃啊？台南很有名的丰益冬瓜茶，益丰冬瓜茶。有超多口味的冬瓜茶，怎么样可以有很多口味的冬瓜茶？冬瓜茶不是就是冬瓜茶吗？冬瓜茶里面不是有一条一条的，有吗？还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冬瓜茶都是假的？嗨，天地沙鸥，想吃麦当当就觉得拉面不好吃。加很多奇奇怪怪的材料跟配料哦，我以为是有不同种口味的冬瓜。珍珠奶茶里面的不是真珍珠，只是长得像珍珠而已。还能最好喝的双生绿豆沙，双生绿豆沙吗？它的名字就叫那样子吗？我吞到糖果了，好讨厌。喝个。有时候就会想说，吞到糖果要不要再把它吸回来，那就吸不回来，就只能吞下去而已。好难过哦，我才吃到一半呢。哦，很难过，好浪费哦哟，好讨厌哦。直播的时候吃糖果会很容易吞下去耶，因为我现在是。就是这个角度，所以就很容易吞下去啊。哦，很难过哦。我不会喝完好不好？我在减肥。怎么办？我要再吃吗？还是我下播再吃好了？我怕我又吞下去。会消化？不会，不是，我是要享受那个糖果的甜味，不是让我的胃享受糖果的甜味，太难过了。嗨，玩具狗狗，再吃一颗，有点浪费，等一下再吃好了。珍珠奶茶里面的是甩泡，为什么是甩泡？嗨，第一行到家小，怎么办？我每次吞掉糖果，我觉得心情很不好。哎，该赤坎楼斜对面，我好像有去过赤坎楼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去安平古堡，对不起。还一点啊！我好想吃鲜芋仙哦！好了，不要跟我讲甜品的那个，我很想吃，我很想吃那个芋圆、地瓜圆，还有珍珠。饮料不就是甜点？不一样，没有珍珠，没有任何可以嚼的料，就不算甜点。冬瓜西米露，西瓜西米露，我很喜欢吃西米露哎。等等拍，不要拍给我看了，我在减肥，我都不能吃那个。
谢凯奴在台南，在我们公司，最后把它吃回来。哦，口香糖，我有吞过口香糖耶，我就是也是很不舒服。西米露不能嚼，西米露可以啊，我会嚼西米露耶，就是不会咬一咬再吞吗？是你们西米露都直接吃哦，就是直接吞哦。安平古堡，我那个小眼睛我也会咬耶。台南人免费进去哦。安平豆花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我以前去我以前去的时候我在门口买了一个沙，彩色的沙，买了两罐，然后一罐50块，还被妈咪买，爸爸买给我的，他们就买那干嘛浪费钱，爸爸就说没关系呀，小朋友喜欢。西米露咬起来不会很空虚吗？我觉得还好哎，其实因为西米露它是量多取胜的。我喜欢吃那个知名泰式料理店的芋头西米露，到底是叫西谷米还是西米露，还是都没差。嗨，扎卡！我发现我今天没有放音乐，会不会我处在静止的状态，人家会以为我卡了 ？Hello， 木婷，几颗一起咬？是胡小小爸爸，那个沙可以许愿，我不知道哎，那时候只是觉得很好看就买了。故宫南苑嘉义香精好像也是免门票的，为什么都哦在地人都可以，台北怎么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免门票啊？基本上台南古迹，台南人有身份证都免费进去，那这小孩要买票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西米露咬不下去吧，直接吞了，真的我会咬哎、欸。我哦，对不起，我会咬西米露哎。不能拍甜食给他，拍炸猪排，炸猪排当然不行啊。还有，我现在很想吃炸猪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家炸猪排好吃到我只要想到的话，我就很想吃。喜欢西谷米吗？喜欢。炸鸡腿还好，牛排还好，昨天有吃铁板烧。天龙国以消费能力证明存在的免费优惠是什么？欸，天龙国让我想到那个天龙人欸，那个航海王里面的天龙人。已经超过两口了，哎呦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刚糖果就糖果，我怕糖果卡在食道，所以我要就是吃一点喝一点东西让它下去。这个理由很可以，对不对？离家很近。你的两口人，妈咪才不会这样说嘞。B 话很上线，
哦，天龙国这个名称是因为航海王诞生的，真假的？我那时候只是一直觉得很酷，就是我在航海王听到，然后结果大家都讲天龙人，是因为航海王我才知道天龙人，天龙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对，原来哦，好酷哦，真假的，我第一次知道哎。就是那间曾经跟朋友去逛附近淮米路查 Google， 这一家猪排那么厉害，我去帮忙吃哦哟。炸猪我不太喜欢吃内脏类的，对。领红毛城英国领事馆免费哦，所以学生证也可以当身份证吗？买过新虾品别在手机上啊啊，不是整个就倒在那个倒在那个包包里了。这是上次我跟那个就是我们去淡水，就姐姐有拍一张照片，那个挑糖果的那个，然后我们就买了，妹妹买了两罐的那个叫什么糖，金瓶糖吗？就小颗小颗，然后就是一很小颗，然后装在玻璃小罐的那个，然后就有一罐就摔破掉了。哎，刚吃的拉面有炸猪排，为什么北极星也在吃拉面啊？西西不是也在吃拉面吗？还是你们一起在吃？那家店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哪一家？炸鸡翅，我其实对于炸的什么，我炸鸡的话我都还好，因为炸鸡的话常常会出现一些什么血管嘛，就是有时候黑黑的一条那个，还有一些薄膜，还有鸡皮，我就不喜欢。我很讨厌吃到鸡皮，我是会想吐的那种，就是我咬到鸡皮软软的我会想吐，我会吐出来的，对，我很受不了。广泛流传，所以出处已经被遗忘了。天龙国就是因为台北人都像哦航海王的天龙人那样，是航海王，原来是出处哦，被电脑被荔枝删掉的，还怎么找回来了没？现在整个都不见了，那个城市不是城市，那个网页整个都不见了。现在对，我现在才知道哎，我觉得很酷哎，很酷耶，就是从动漫里面衍生这样的词，哇哦，哇，真的很酷耶。来问姐姐知不知道，她一定也不知道，因为她没有看航海王。合理不要噎她再喝两口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衣服有海贼旗，是黑胡子的，虽然我不喜欢他，而且我刚刚还没有认出来，这是黑胡子的，没关系。就是，我只是觉得他版型很好看而已，其实也不错啦，设计。如果不喜欢他有写那个牌子在衣服上，大概15年前，什么15年前？弟子只对柯南有兴趣，对啊。被云爵盗账号是发生什么事？天龙国大概是我国中时期就诞生了吗？这么久吗？航海王是什么时候的？哦，他漫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叫天龙国了吗？还是动画出来之后才这样叫？应该是漫画吧。在统测前抽到 UR， 我的统测下场 UR 是什么？有啊 SSR 再更高级 、oh， 谢谢，我已经要结束了，我说没关系，等一下来追海贼王。可是没有地方可以看啊，讨厌。 你知道天龙你知道天龙人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哦，你不知道？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什么？天龙人呢？什么呢？是形容台湾人，知道吗？是台北人吗？台湾人。反正就是形容我们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。
们形容形容人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听过天龙人吗？有啊。那你知道这是从哪里出来的吗？不知道。这是航海王出来的、欸。是啊。哇，他好冷淡，不要跟他。他不好说，真的、喔。我刚刚就真的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啊。我没有，我不是天龙人，我只是，我不是天龙人、啊、不是啦，我不是天龙人，我只是想说他是形容人，那我是人这样。不管你是什么。嗯。嗯，不是，是台北。我不是天龙人，为什么我要？我直播间的留言被灌爆天龙人呢、欸？这个先不要。欸、你那天有看新的照，那个新的那个。除了台北就是乡下，是你哦、喔。对啊。没看啊，我电脑就没有电，没有。我刚播了哎、欸。你才天龙人，你全家都天龙人。天龙人是不是？就是比如说就是一点小伤都不能受的那种、啊、是这样子吗？就是我有点忘记他在演什么，那个天龙人，反正我只记得他是很就是品性很差，自己承认台北哦，按到台北市的人，对啊，荔枝居然不知道。海贼王我也最喜欢香吉士，因为他也一样是滴滴王，他喜欢很多女生，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没有开音乐，但我开我的电脑放音乐哦。你们也可以自己开音乐啊，可以听自己想听的。蛮横娇贵，对，就是娇贵，我不是天龙人，我不是哦。基本上涵涵也不可能出台北哦，出去台北。天龙人是相对的概念，一个比一个天龙。天龙，没有了，我没有喝很多啦。他还有很满。我不会，我不是天龙人。这个黄河也洗不清。出来新营区都是乡下，我没有教过，一直在练少女腔啊。哦，你现在在听少女腔是不是啊？今天投票吗，各位？投票吗？蛮横，蛮横哦哟哦。快，姐姐投起来啊！蛮横这种简单的东西会考不会考？会考只会考深奥的。深奥，我刚好会深奥的。新店是乡下，我才没有投的例子。有人还没投吗？记得登入就有送五票，五票可以投。登入送五票，可以投。请投诺拉穆恩，诺拉穆恩，诺拉穆恩，他会说什么？店长。请投下你神圣的五票，这样吗？店长，你今天投票了吗？这样。你不要学我了。没事。旁边完全没有想反驳。隔壁也是天龙人。出台北要护照很麻烦。什么意思？你在讲哪国语言？木文不会讲这种话吗？哎、欸，木文是傲娇吗？对不对？病娇。病娇吗？病娇，嗯，木恩是病娇，还有天然呆，天然呆又病娇，就是因为他只有前面那个，哎、欸，后面就前面只有三个字，那个是符合你的、啊、天然呆，然后病娇你没有啊？还有在拉面店爆笑，但我有傲娇了，对啊，你傲娇，搞不清楚天龙的意思呢。可是我有看海贼王天龙人，我想他基本上是不好的词。每次出福林桥什么啦，我听不懂啦。
怎么听起来很糟糕的一个人？现在木恩全职，他会拿手术刀。哦，真假的？对。你好奇怪哦。嘿嘿，然后那个。你不要对着我，你不要对着我做。是你问我的耶。好啦，出台北等于出国。病娇娇，我不会病娇哎，讲话超级呛。嗯。那我想一下，木恩会说什么？他会拿着刀子说：“店长，今天投票了吗？”这样是病娇吗？哎，我有扇扇哎，扇扇，大家买扇扇了吗？荔枝病娇我可以，那涵涵病娇。病娇真的生病。哦，是啊。谢谢 Akira 的掌声鼓励。荔枝掀裙子了吗？这跟代言人像吗？你也可以病娇的吧？不要对着我做，我只是问你而已，你只要回答我可以就好了。Okay. 我刚刚说你也是病，你也是可以病娇的这样。然后我就说不要对着我做，我只是问你而已。对。他应该回答我说好就好了，不他不用对着我做。你问我的耶。我你只要跟我说你会就好了。我要以行动来证明啊！谢谢 Akira 的掌声鼓励。被姐姐撩到，我没有被撩到。一直拿着武器问投票吗？拿着刀子问。你们投票了没？快给我出货！被姐姐撩到，栗子明天拿着刀刀，今天投票了吗？这样怕爆，没有投票的哈，给我注意一点，不然诺拉木恩杀到人家去。诺拉木恩，哎，对，笔电恢复了，来吧。Enter。不要问我会不会，我都直接来的。杀到我家来，那我不投票了。不行啊，大家快点投票啊！我们需要你珍贵的手中的一票。店长，我们需要你。那帮我挂你的角色好不好？可是现在就只有12个角色。对，好吧，那我就当诺拉木恩的妹妹。交病，呆，不要了，快点投票啊！投票投起来，一天五票，支持一下我。那刀子会被变台吧？木恩，我还没投票，快投啊！不要给木恩地址好不好？快点投票，26日再投是什么意思？诺拉有病？什么？我没有病。也要来一个。埋胸吗？为什么要埋胸？因为他会这样。他会埋他自己的。我不知道。他会埋别人的是不是？应该是别人会埋他。别人会埋他的是哦，好吧，是可以啦。只有姐姐对。以下开放留言地址。不过我真的被荔枝没看到，我还没看荔枝的验尸照。很好看，我跟伯乐一起。真的、哦。我觉得我的厌世照就完全不厌世啊，好讨厌哦！你就厌世不起来。我本来超期待我的厌世照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真的超期待。我拍的还蛮成功，你看。我超期待我的厌世照的。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我看不到，我近视太深了。对。看着自己。哇！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梗图？就近视的人看到东西不是模糊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是什么？三不是，快点，这是什么？快，落叶。快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落叶啊！不是，这是 Daisy。哈、哦，不要耍笨好不好？没有看过那个，有看过那个对不对？就是看到的东西是模糊的，不是每次都会被问说。每次在那边问说这是几？不是吧？我是看
刚看不清楚，不是看不到。阿杰角色的胸部事件，还跟阿丽放在一起更没厌世感。为什么跟阿丽放在一起没有厌世感呢？阿丽特别厌世的意思吗？26最后一天，最后在偷袭，现在投是给别人机会反超。不过，大家还是一天五票要投姐姐，然后最后大家再加油，好不好？那个游戏不适合给小朋友玩，很害羞。我觉得你厌世照搭配的台词蛮好看的，头贴。谢谢，我真的是要气死了。看起来是黑天使吗？我应该要弄一个道具，然后把我一就是黑色翅膀，把我一边的翅膀折了这样。堕天使，不投的话要对你处以极刑。哎，这是木安的台词吗？我说的是别的剧情来着，不知道哎、欸。糟糕你，西西不要再讲话了。谢谢西西的心之光，没戴眼镜我也看不到你。不是，真的是，但是这种东西，清楚的东西是看得到的、啊，就是很会有人在那边问说这是几，哦，真的是会很生气哦。大家都是在存票，哎、欸，哦哦，等一下，所以可以存起来，好像登录之后就可以存起来。好像那大家赶快存，存起来吧，大家。谢谢妞妞的超傻眼猫咪。涵涵都哦，可以存起来，不一定要马上。大家还不把票投给栗子吗？角膜破皮看起来看出去。你可以不要接那么顺吗？我在拜托哎、欸，快！谢谢妞妞的新的送，我刚讲完啦。谢谢桃花哥的星之冠。你们感受得到姐姐的恳切吗？还有涵涵的，要把我的墙加上去。好了，涵涵也有恳切，大家快点，涵涵快点，拜托拜托。还有诺拉木恩需要你，拜托。店长，我们需要你。阿丽脸很派，啊，可是我觉得阿丽很好看哎、欸。涵涵也很好看哎、欸。哇，竟然会说出这种话，真的是！哎、欸，不要这样说，我那时候奥利图在的时候，我还帮你害我拉线呢。你那时候我还帮你转发，好啦，不要跟我说。很不情愿。我只是夜市照没有转发，因为我不知道那张到底该不该。我不说话。我感受到愤怒，投报莉莉，对，投报莉莉，看莉莉明天怎么拉票。投票这事情很恐怖。下次去握手会不戴眼镜就看不到，我就会这样靠很近。总选五二推油啊！谁都不许打扰我陪妈妈。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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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臭兮兮。总选五二推，可是现在神推涵涵的，可以先来帮一下栗子，对，可以吧？把涵涵的票给栗子，给莉莉。这样子我也会很开心。对，好像都娃娃音不够近，就鼻子贴鼻子。嗨，早葵姐姐，晚安。两姐妹少有互赞，千机喜欢千机，喜欢千机。你觉得应该要喜欢一下，应该要喜欢一下木恩哦，不能只喜欢欧。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好了，你很好看啊。不是，我只是要问你说这样可不可以？好了，他厌世照拍得很好了。不是啦，为什么你嘴唇是下垂的？为什么？怎么下垂？我嘴唇是上扬的、欸。我现在没有在笑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嘴唇就是上扬的。哎，为了选票可以不择手段。木恩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啊，说木恩的那个吗？那叫什么？木恩的鬓角有放木恩在一队，可是还是要投木恩呢、啊。如果给涵涵嘴对嘴摸一个，我就怎样？千机是诗雅，
前面那段在讲什么？在学习习，鼻子贴鼻子被出镜，就靠很近这样。今天有剪了含爆栗子的片段，含爆栗子的片段。哎，厌世感一下第九集是这样。有吗？那个时候姐姐就拍照，她就说不要笑，我说我没有笑，你在笑，我没有在笑。我说那你把嘴唇压下，我就。然后就在笑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你这是嘟嘴，不是我是，你是这样而已。可是我又不会压嘴唇，好烦哦。哎，没有载，快点载迷哦。但是我没有神推韩寒，可是你有推呀、啊。你最起码分一票给穆恩啦，韩寒只能当天使了，我不能。哎，到底要怎么压低嘴唇啊？有本事说。那个就不是主图嘛，然后我跟那个不是熊玛丽，然后结果他说，结果韩寒那篇原本不寒而栗变成不寒而栗，变成阿丽的哦，不寒而栗，所以我要去那个吗？找一下阿丽不寒而栗，不行，就跑票一天，才一天哦，嘻嘻，一个礼拜啦。白熊说哦。白熊说的是穆恩的身材，是不是？穆恩的身材太母汤了。想想我跟妹子比爱心的合照，不是我天生嘴唇就嘴角就是往上的，所以我不开心，但是没有办法往下，他不能对抗地心引力。哎，哦。好憨什么憨啦，不是吧，我真的很努力在不想要让我的嘴唇上扬、欸、就为了栗子下载游戏。哎，安娜姐姐要为你下载游戏，还不快表示一下，谢谢安娜姐姐。对呀、啊、才冒一个要跑票一个礼拜，是你亲眼、欸、对啊，这样一个礼拜差不多吧，真那么稀有，这是在姐姐深圳是那天才有冒的、欸，什么摸啊，不要跑票一个礼拜，什么跑票一个礼拜，其实是我摸你就跑票一个礼拜，我信你，我摸你、啊、你不要认真在犹豫好不好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，想得好像我很想要摸你一样，可是我还想要票，这个比赛才十天吗？不止吧，也去下载一下魏涵，那要投姐姐，要投穆恩。我刚才考虑了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只好头贴多放一点，不要啦，爸爸哦。哎、欸，这个枫叶好漂亮哦，我很想跟枫叶那个哎、欸、拍照片哎、欸。还有几天啊？投票到26号哦，还有六天，大家。总共只有十天了、喔，到26号，大家投到26号好吗？我已经发太多天了，我已经。果然被韩青是真实血淋淋的，木啊就是木啊，就是 kiss 的意思。其实如果你跑票，你怕被骂吗 ？kiss 哦，还谁？其实为什么要跑？没有啊，因为他是要看我跟你亲亲才跑票。我难得脸放出来了，好害羞。嗯哼。是说现在的头贴吗？对啊，你看起来完全不凶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很努力在凶，我本来全身上的样子就凶，可是你蹲地的那个，你嘴角还上扬。不是，你不要学我，我你知道吗？你自己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拍照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很凶哎、欸，我
就是一开始姐姐说你不要笑，那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很凶，但是我后来我那个动作，我以为我很凶，我本来很期待我的厌世照，结果出来之后我的嘴角还在笑，我的天哪，好烦哦！今天刚好一个礼拜啊，刚刚条件很摆烂，现在的头贴还是为什么我不像你？我觉得没有差哎。明天立即直播的时候还要骂了吗？所以西西刚要跑票七天吗？不是拒绝了骂，是在问什么？难得哦，我讲过了，今天刚好一个礼拜哦，还有30票。开眼睛，开单细胞，羡慕海岸天生嘴角上扬。可是安娜姐姐嘴角不上扬也很好看呐、啊。哎，我嘴角上扬，但是不好看，就是我好不凶，这样很没有气势哎。就我未来某一天当主管，就说去给我扫厕所，然后员工就不要，就会被呛。不然摸一下赞助100票，认真的吗？明天清下去，目前手上的票全部给穆恩，是不是？其实已经投完了。是天使不能凶，要笑不笑的感觉很棒吗？大家都看起来很爱笑是好事，大家都会疼这种孩子吗？好难想象我当主管，当主管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手术，把我的嘴角往下，看起来比较不凶，看起来比较凶。每天都在课啊，跑票就不得了，一天就好，但是哇，10秒太久了吧？啊，很好，我不笑都像人家欠我几百万这样，几百万。可是我其实比较喜欢，就是不要笑，因为这样比较有气势。对，我要念榜哈，这是爸爸的哈，就爸爸昨天在开新衣服，然后我就说，爸爸你怎么会有航海王的衣服？航海王的，对，这是黑胡子的。哦，对啊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傻眼，我想说为什么我买衣服再穿爸爸？我就说，爸爸你怎么会有航海王的衣服？可是我觉得 oversize 才蛮好看。对啊，我很喜欢，但是刚好盖到大腿。我刚已经跟大家炫耀过一次，它刚好盖到一点大腿，就很好看。而且它那个就是刚好遮手臂，对啊、傻眼，居然连爸爸衣服都拿来穿，拿爸爸就算了。不是啊，因为爸爸就是我那时候其实看爸爸拿起来这件，我就觉得这么小可以穿吗？等一下我也要上，因为你要干嘛？我也要上。哦，好，就是我看爸爸拿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这么小件真的可以吗？还是我平常穿 oversize 真的是就是穿到爸爸的 size？ 对啊，我忘记问开始。穿了姐姐爸爸未穿过的衣服，什么意思？可以拍全身吗？下次出门再拍给大家看。爸爸的你怎么穿那么多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刚好啊。就是它肩线其实很好看耶，就是。它比我平常穿的 oversize 的版型打得还好哎，丢红包是不是上不了吧？对，你为什么要丢红包？你可以丢别的。菱角嘴，菱角嘴是什么意思？菱角哎，那你要我丢什么？随便丢啊，韩式花束 OK 啊。下起来有反差，麻油之前为什么麻油夸你？爸爸你笑起来很好看呢。好了，不止麻油夸了，耶、yeah ！谢谢家里的韩式花束，谢谢。好，再念吧。好。那我要吃这个。没有，我太久没有在他的榜上，不然他都说我偏心哥了。这个还没事啊，
想说什么？没有。我刚刚在唱 BB Box。刚喝太多奶茶了。有人想要把我挤下榜的吗？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赶快挤哦。嗯，好，真的是播了很正常。嗨，扎卡。偏心菠萝不是应该的吗？对啊，荔枝送花了。未来都要抢爸爸的衣服。没有啊，可是爸爸的衣服，这是什么 AX 吗？就是爸爸是属于那种很少买衣服，但是他一次买衣服都买很贵的那种。这件应该也还好吧。这件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徐航爱我，你刚不是讲过？我不知道，是联名的、啊。那些阿龟的扫把，想用红包买票。对啊，如果有人抢到红包，帮我投票一下。你怎么会知道人家有没有投？哦，也是。麻油夸我是绿草地的事了，好吗？其他成员的直播都哦，好吧。果然不寒而栗才是真爱。钱拿去打少女了，这么感动，不是，是很酸好吗？大部分的爸爸都是这样，爸爸一次都买几件衣服？快七八件吧。七八件，对啊，他买七八件，然后一件衣服都很贵，但是他真的很少买衣服，我真的穿很久，他们穿了好几年呢，裤子也穿好几年。因为爸爸很喜欢穿那种很多口袋的裤子，然后都找不太到。是不是现在裤子那种裤子越来越难？对啊，就是很少人穿那种裤子。那爸爸很喜欢，爸爸就出门不带东西，然后我他全部都拿他的裤子超重的，就是整个是全部东西都在里面，就是零钱呐、啊，然后钱包，钱包也超重，然后钥匙都钥匙，爸爸一整串，好像还有两串嘛，反正就是很多。谢谢小雨的蛋子彩蛋，好像在说我吧。我都喜欢放口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然后就整件裤子超重哎，这样走路不会很重吗？对啊。怎么看直播两件的都是。可是你捡很多 Mina 的，他少买衣服一次买快10000多。对啊，可是女生就是一件件累积，但我觉得女生很喜欢买。女生就是出门逛，哎，看到哎这件好像还不错。我觉得女生很喜欢买很便宜的衣服，因为其实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看的东西不一样。男生感觉是舒服，穿实用性，对，舒服实穿最重要。女生就是好看，然后穿一次就够了，这样。答不答应那个条件？跑票两天。现在在谈判，收集一堆口袋缝的裤子上吧。是可以耶，可是要找宽松的裤子。对，嘻嘻无言。爸爸穿的不是工作裤，是责任对家人的爱。对，真的，大部分的爸爸都是这样。以后会不会变那样？可是也没有不好啊。男人出门习惯只带口袋装得下的东西。什么100票要不要答应？什么100票？没看到。改天推荐爸爸去哪里吗？海南外婆哦，有吗？有，还有在卖吗？工作裤就网购。可是爸爸。好了，他最近比较喜欢网购。对，他最近学会网购，而且还邮寄到家里。哦哟，反正150哎。对啊，反正就是，可是爸爸不喜欢去，就不喜欢网购。妈咪也不太喜欢网购买衣服，因为他们说就是看不到、摸不到、不知道。对，所以笑死我爸也是。我会什么？又150。都放口袋很方便，大概2个小时。我的条件是100票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爸爸，你说什么？又想算运费，100票可以看到母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认真的吗？木恩的票，
一天，然后嘴对嘴抹八秒，不止五票会氪金的。大家是真的都要？不要！大家是真的都要那个吗？我好想要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抹的话一百，就对对，你们是认真的吗？你上学都是把文具放在口，上学把文具放在口袋，是没有过啦，我没有这样子过。哦，怎么办？谢谢李佳丽帮我上课，抹一下五秒一分。你们真的要这样子吗？好吧。一直天人交战。哎，我先念榜吧。真是沉重。不是今天吧？不是今天吧？今天的第一名是勋，谢谢勋，谢谢。第二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第三名是阿贵，谢谢阿贵，谢谢。第四名是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。第五名是妞妞，谢谢妞妞，谢谢。第六名是荔枝李佳丽诺拉木恩，谢谢木恩。第七名是你要入戏。第七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第八名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，谢谢。第九名是阿米，谢谢阿米，谢谢。第十名是喜乐库玛，谢谢喜乐库玛，谢谢。第十一名是企鹅，是企鹅，谢谢企鹅，是企鹅，谢谢。第十二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第十三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，谢谢。第十四名是瓦鲁 AB， 谢谢 AB 回来，谢谢。我刚刚咬到舌头。第十五名是游戏 Hero， 谢谢游戏 Hero。好烦啊！我还没讲完呢。最喜欢韩寒，谢谢安娜姐姐。为了想吃早出晚归的糖好难，如果真的没办法去处置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？对对对，不能有障碍物。怎么了嘛？五秒一百票是什么？很心痛哎！你怎么都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反正都开出支票了，可以先记下来。荔枝不亏，韩寒不亏。可是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投啊，条件是直接没有间接隔东西，当然知道啊，真的假的？慢慢想哦，可是也是超过一百票，感觉快妥协了，超过一千票了，笑死，荔枝崩溃，真的崩溃，会给认证照，所以他投会有认证，是不是？这些粉丝被调教的真好，氪金也是超过一百票，可以给他明天决定吗？要氪多少才有一百票？对啊，其实我不知道。录影放限动，录影放限动哇！大家可以一次按数量，然后投还是要一票一票按的。不是我想摸好不好？67128。害羞，不是小雨，他是讲的害羞吗？490就有100多票了。虽然你慢慢想，但是莉莉很，我没有，哦，麻烦，我没有很期待，好不好？100票，哦，对不起，拜四百九就有128，安娜学姐也有，原来是发生什么事？是祭品文呢、欸？好烦哦！可以一次大数量，但我们要玩青青五花肉，青青100票，不知道表示你都没有在投，没有，有了，荔枝崩溃，荔枝啊，所以我没有出资，荔枝内心纠结，荔枝啊。
励志，明天要清几次？哎、欸，所以不是一次完成哦。我 OK 啦，我是 OK 的，我 OK。清三十秒破千，不是三十秒太久吧？我要变章鱼吧？不是吧？我以为是那个十秒中间，大家一次解决。妈妈，妈妈有吗？我都有中票啊！我好心动哦，好白哦。明天才买的话，就少掉今天的票了。可是还有六天呐、啊，亲就亲，不要吸。没有人要吸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比喻说会不会变章鱼这样子。当然分屏，我想说直接三十秒直播间直接尴尬。啊，不是五秒而已吗？从左边三十秒而已。因为大家都要啊。可以解决。听脸颊等等投十票，其实听起来也太糟糕。今天明天都嘛，先不要。这你们破两千票是怎么样？对呀，大家真的是太大手笔。那个，请立志好好想想哦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我已经多开好久了哎。两个小时，十秒变八秒变三十秒，破三十秒一千票五千台币，直接吃土。秒数越长，票数越多。我一脸淡定，我是 O OK 吧？什么升一下？秒数越长，票数越多。你的脑袋已经脑补到什么？一分钟开始算，母汤，谁亲谁没有？我们平常没有在亲亲的好不好？我很常亲，我没有、啊。不要为李彩杰谋福利，好不好？我没有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我想、喔？不要流口水，我没有流口水。就算没有亲，会尽量投。好了，谢谢安娜姐姐，我很寒嘛，就有票，但我要。那个不行，我要小票，票不是投我，是投栗子，但是我没有奖励，不行了，你不想，但是栗子升格那天没有那个还好，我想说给他一个礼物，脸颊至少就有三十，但姐姐素颜。怎么跑票一天就不用？反正你只要露出你的脸颊，反正你的脸那么大，你应该露出脸颊是可以的。我可以把脸全部都遮起来。像这个脸颊，你可以露出你的脸颊。不行，我素颜呢。想代替栗子。快，安娜姐姐，快！好了，那脸那么大是在。好，等一下了，会有办法戴假以后不会好不好？一天五票跑给你而已，你也很大。你们是要跟栗子谈判，不是要跟我谈判？我就交给栗子了。我好心动哦，你们好讨厌哦。这是心动的，不用亲栗子脸颊，自己贴。为什么栗子的脸颊要贴我？好了，我明天再说好吗？等一下，脸颊就好了。不行，真的太心动了。那我要重新涂口。不要，就变栗子。不要，吃瓜群众。我今天不想。我帮你调整你的头。等一下、哦。几票？刚说几票？快点，先跑一下好不好？谁跑票的？我你们以后就不要。哎呦，反正你们都讲话要算话、一直心理建设中。好烦哦，你们。口红有口红的话就变扎铃了。
就那个满脸的口红印，嘴对嘴，左边脸颊，脸颊也有啦，先脸颊就好。幸好你今天没有化妆，不然我会清到粉。你好烦哦！你再坐在这里，坐着啦。不，我帮你调整，你不用，你手不用遮。你干嘛这么进来？这样子，这样子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上见不到你，你在我前面。我不会让你露脸，你不要抖那么过去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这样我会侵犯你的法期限啊！你好烦哦。嗯。不是，你自己看看荧幕好不好？你根本就没有在荧幕里面，到底在干嘛？这样子。嗯。你是说多久？五秒？我不知道。你不能，你如果亲到一半，你出去可能又要再重来了。我不知道了，哎呀！你都遮起来了，你可以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了丽丽，我们调整一下美肌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看你就是为了丽丽好不好？我说也没有那么可怕好吗？这是为了丽丽，好丑，改回去了。等一下，我把它改回去。好了，我恢复正常了。来吧，丽丽。好。啊啊！巧了，你都遮住脸了，你就进来嘛。我真的是亲不到呢。这样子，这样镜头看不到啊。你中分了。来喽，来喽。不要叫啦！是在，哦哟，是在こんにちは吼。你害我也很尴尬，我才会亲到你的发际线呢。尴尬了。完成三秒，那三秒零就五秒。你这样秒数哪有不够五秒？对时三秒哪有？然后再补两秒。好累啊！哦哟！交货 tag， 交货 tag 诺拉木恩。嗯，好累啊。好了，你看我多加播，我直接播到九点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哎，要投票哦，快点，拜拜。动物被兽医打针了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拜。栗子刚不知道在叫什么。拜拜。录谁说话？可以出嫁了。
哎、欸，我发现很多吃瓜群众哎、欸，现在人品群、人品群错过了。好啦，来吧，拜拜。好累哦。下次见。要 take 栗子，还要 take 我，拜拜。拜拜，我好累、哦。下次见。